1950年6月25日， 美国侵略者发动了可耻的侵朝战争， 并把战火引到鸭绿江边。
家也解放了，这回你可以回家过生日了。同志们，被帝国主义纸老虎，被我们朝宗人民的军队打败了。同志们，敌人虽然被我们打败了，但是他们并不甘心，他们会随时制造新的战争阴谋，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，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，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阿玛尼，孩子们，你们辛苦了，美国鬼子李承晚反动派统统地叫咱们打败了，咱们胜利了，胜利万岁！白天黑夜的守卫三八线就够辛苦的了，没什么，还来帮助我盖房子，辛苦了。来吧，来吧。孩子们，辛苦了，快喝点水吧。阿玛尼，谢谢你了，阿玛尼。哎呦，亲爱的阿玛尼，我的一个一个感谢，思密达。我的中朝移民的嘞，亲如一家思密达，你就别客气了啊！他说的是。